南投人水利行新进次年片透过海岸走路了行两个台中就艺术浪府应该还是协助水路来落实间向公所为多位老农民来填行小路中按算艺术三概念为地插长风插头来期盼路顶级发通农民也都有信心希望让江平哈一道散气来买安葬掉盖路中如果要磨粉的话，我们就把它烘干。啊，如果许多农民在结束录用接下来过后，完全处理，没有同大家讲今年的录用也下如何数的。农民都做好准备，放羊地种小皮渣，做的许多散体来卖。啊，也别没农有收入的啦，啊，差不多没收入完了。差不多二十万加啦，啊，种也要买录用哈，都在前面也别的哦，啊，农老都现场看哦。啊，这边我们大概有养殖的数量，大概有三四百只，啊，每年的产期做到清明节左右采收。彼得同农民听行小录用，水利乡公所按算十年以上，电影下千多的茶厂副茶头被判六点子，成日发通。农民讲先前几年的行小车流同家头天数同多，来帮忙吼，买点录用吼，产销吼。特别较友好了，乡公所、乡长也是很卖力来帮忙我们。预定在3月23号在车城游客中心举办一个鹿顶祭的鹿茸推广活动，借着这样的活动能够来推广我们水里乡的鹿茸，也希望全国的好朋友都能够来这边选购享用。水里乡公所观光科长陈玉玲讲，发动动员不要神车游戏好不能太大来搞。同时没有卖菜地同产地的农产品，反映乡亲乡下许多水利行田养客家种的人文产业。客家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